巨盖山海剧场，原住民汉家园。不满金建会和花莲县政府打算征收居民土地，耗资17.9亿，在美丽的花莲丰滨乡秀姑兰溪出海口建造山海剧场。静浦部落阿美族人自救会与地球公民基金会昨天到金建会前抗议。我们有遗址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原住民祖先他长期在这个地方守护着我们。如果说你不相信，你可以随便走两步路，然后挖掘看看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骨头。自救会发起人林明志并演出行动剧讽刺原住民土地被财团建商剥夺，连环团也到场声援，开发造成环境破坏。那花莲县政府的67项方案当中，非常多的案子都建筑在部落的传统领域上面，包含了山海剧场，包含了泰鲁格剧场、国际赛车场，通通都是在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。海是阿美族静浦部落的冰箱，我们要把这样的污水、这样的东西放到海里面去吗？这样我们将来都捕不到鱼，我们的传统祭典海祭都没有办法进行，这对生态、对环境都是很大的破坏。懂新闻，气五粮政府才会图利财团报道。